梦见梳头发。一般情况下，梦见梳头发意味着梦者将会走运，烦恼忧愁都离自己而去，并且身体会很健康，百事顺遂。但不同的人梦见梳头发也会有不同的含义。女人梦见梳头发，提醒梦者要注意丈夫的身体健康状况，并且要注意自己和丈夫的感情状况。男人梦见梳头发，预示着梦者需要多注意身体，要适当运动。学生梦见梳头发，预示着梦者最近在学习上会有新的进步，需要再接再厉。青年人梦见梳头发，预示着梦者的运气会有所起伏，应保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，这样反而会有好运的降临。求职者梦见梳头发，预示着梦者的求职态度会有些消极，往往在选择上会有失水准，运气欠缺，很难得到想要的结果。